在今天的影片中，我将教你如何使用 Garmin Sport 应用程式轻松制作您的活动影片，与朋友和家人分享你的 Garmin 活动。我们马上开始吧。点击 Garmin Sport 应用程式图示来打开它。应用程式打开后，查看荧幕底部右侧，点击个人资料图示。在我的页面上，你会看到活动的各种统计数据，点选中间累积距离的圆形图示。这里会显示所有你记录的活动列表，选择你想要录制影片及分享的活动。点击左上角相机图示，这将打开分享选项。你会看到保存并分享的选项，选择这个选项来将活动影片储存到你的相簿中。就是这样，你已经成功的与大家分享了你的 Garmin 活动。感谢观看，若需要更多帮助，请到 support.garmin.com。